Split Contracts Gold 同时包含许可证、Gold Split 合约和返现积分。目前返现积分的数量与套餐价格欧元相同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您购买套餐价格为220欧元，那么您将获得220个返现积分。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购买该套餐。首先，请前往 defiyou.com 网站，点击右上角的 sign in 按钮并完成登录，随后默认将打开 Gold Split 面板。将页面向下滑动，您将看到可供购买的套餐列表，请选择一套适合您的套餐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，将打开一个选择付款方式的窗口。在这里，您只能选择用 Ultima 作为付款方式。选择好用 Ultima 付款后，请在方框内打勾表示同意条款和条件，然后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。在随后打开的窗口中，将显示要支付的 Ultima 硬币的金额以及要转账的钱包地址。该地址还以二维码的形式提供，以便用户使用手机进行支付。请将所需金额发送到指定的钱包地址以付款。请注意，发送的金额要与屏幕上显示的金额保持一致，然后等待付款成功的通知。完成了，你已经顺利购买了带有返现积分的 Split Contracts Gold。付款后，你会发现 Gold Split License Usage 部件上的数值发生了变化。已购买的套餐，您还可以在 My Contracts 页面上找到。购买套餐后，您还将自动获得返现积分。您可以访问 ultimacashback.com 并登录个人账户来查看您的积分。您会在主屏幕的小工具上发现返现积分已根据所购买套餐的价值以1:1的比例进行了增加。已积累的返现积分可以立即在 Ultima Store 上用来购物。如果您还有问题，欢迎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中心。祝您一切顺利。